昨晚上海申花队在上海体育场以2-1再胜辽宁天润队，并以4-2的总比分战胜对手，赢得了本年度中国足协杯赛的冠军。对上海球迷来说，1998年11月31日绝对是个吉日，因为这是上海申花队继1995年赢得联赛冠军之后，为我们这座城市赢得了又一个全国冠军。想看你笑，想和你闹，想拥你入我怀抱，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，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，一次就好，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，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，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，世界太小，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，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，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，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。对于现场观战的申花球迷和收看电视转播的上海球迷来讲，无疑是痛苦。已经等待了长达17年的冠军梦将继续的做下去。知道我全部的心跳啊，随你跳。已经等了17年了，但我相信未来的18年、19年一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。申花，加油吧！明年我们还可以继续。